今天我们来到黄骅市从店村动作园，都是大枣，看看现在成熟的大枣，看都非常甜。还好，可惜不是咱的，咱不能摘。哎，那边有个大叔，咱去问问他。哎，大叔，这些枣都是你摘的？哎，这都是咱们家枣，正宗的黄骅冬枣。我们这是黄骅冬枣的主产区。那你们这枣树有多少年历史啊？我们这枣树历史可长了，最早有记录应该是明朝年间就有我们这枣树了。可是真正兴盛起来啊，是在清朝乾隆年间，这也都是当年进贡给乾隆皇帝吃的，这说是贡枣了吧，进贡给皇帝的专门，特别特别甜。给皇上吃，那应该这枣很甜呀、啊。那你给我尝一个。来，兄弟，你尝一个。呀，大风脆，确实很甜。咱这个枣啊，你要多脆有多脆，你看着啊，我都不使劲儿，就在这个高度落下去。我再拿给你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皮已经都受伤了。我要是使点劲儿啊，它就粉身碎骨了。我给你摔一个看看。看一个，看一个，你看，粉身碎骨，轻轻的一使劲儿，还不是说特别使劲儿，这枣特别酥脆，又甜又脆呀、啊。对，特别脆，它必须到了一定的甜度啊，它这个皮才能够变薄。我们形容它就是入口即化吧，这个枣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就对了。